Gary， 乜你今朝又咁迟？系咪又等唔到巴士，定话要睇牙医？点解你头发好似挛咗啲，块面就红卜卜，系唔搽咗胭脂？十足十啊，好似嗰个滴嘅牧羊子。点解你可以啊搽到啲手指，全部红橙黄绿青蓝紫？又点解戴住咁多古灵精怪嘅戒指？系唔十八岁未够就已经食咗婚事？系咪以为咁样做就会突出啲？你咪成日挂住搵我万事，最怕就识咗出边。你讲对 love you baby， 你就会有 BB， 到你做错咗事，你就会恨迟。女孩子要坚持，学下礼仪你唔迟，乖乖地勤力啲，咁至得一中。再听耐啲啊！我请你锯棒，以后人哋要乖啲。你落唔落后啲啊？而家兴食寿司啊！